大家好，这次画的是驱魔少年里面的主人公，有着白色头发的 Evan。 一直有小伙伴问 UP 白色的头发要怎么画呢，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吸引人，也能让人感兴趣，所以这次 UP 就做了白色头发要怎么上色的特辑。哦对了，不知道之前的视频那种粉丝问答的形式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你觉得特别好的话，就在这条视频下面给我留言吧，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面解答大家这些问题的。那么我们来看这次的视频吧。Thank you.